以高超的医术守护釜山市民健康的东亚大学医院。具备顶尖医疗团队，最前沿的医疗设备及诊疗系统，舒适且超凡的高品格病房，专业诊疗中心，令釜山乃至全球各国外国患者在东亚大学医院重获新生。发展为釜山最具代表性大学医院的东亚大学医院，开办最尖端机器人手术中心，泌尿科、外科、耳鼻喉科、胸部外科、妇产科共创下超2500件的手术业绩。如此极具差别化的医疗服务，成为吸引多项韩国国家医疗保健项目的原动力。成为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釜山地区心脑血管疾病中心的东亚大学医院，在出现心脑血管急救患者时，可立刻连接119移送急救患者，并运营心脑血管专业医师全年24小时值班，保证在抢救黄金时间内诊疗及治疗的一站式诊疗系统。不仅如此，本院还具备心血管中心、脑血管中心、心脑康复中心、预防管理中心等专业心脑血管疾病集中治疗中心，并运营诊断、治疗、康复及预防相连接的综合系统的医疗系统，发挥着作为心脑血管疾病专业治疗定点医院的作用。大学医院作为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的釜山地区唯一一家地区应急医疗中心的医疗机构，具备应急专业医师与顶尖医疗设备，并构建全年24小时一站式应急医疗系统。本院配有专为重症应急患者提供的独立诊疗区域与复苏室，升压设备齐全的感染隔离室，应急专用重患者室，专为重症外伤患者准备的急速血液加温注射器等多数尖端设备，并为现场应急诊疗备好特殊应急车辆与灾难支援物品，以应对地区内灾难情况。创办于2014年的釜山广域市痴呆中心，不但可以早期诊断并预防痴呆症状，还可以量身治疗并强化家属支援，起着中枢性作用。东亚大学医院在公共医疗领域尽职尽责，不断努力扩充短缺的新生儿重患者室，以应对早产儿剧增的情况，具备最尖端的设备与早产儿集中治疗小组，集中治疗高危新生儿，尽好社会责任。为顽症患者带来一线希望的釜山庆南唯一一家脐带血捐赠银行，为使每位需要移植的患者成功获赠脐带血，本院已构建顽症治疗系统，不断投资细胞治疗剂研发工作。
本院临床试验中心已建成岭南地区最好的临床研究环境，令患者可以更加轻松地接触新药，并构建全球临床专业机构与合作体系，正为地区服务产业活性化做出极大贡献。癌症中心、脊椎中心、诺瓦利斯放射线手术中心、器官移植中心、儿童中心、帕金森病中心、无输血中心、分子影像中心、国际诊疗中心等专业化且特性化诊疗系统，已走出釜山地区，走向全球。以信赖、志愿服务、人道主义不断领先的医院。东亚大学医院。